但是它能连续起来吧？就弄了。我这不能。不行，我就好你接回来吧。接了。行了，我们再想三想事儿。够吧，不够。不够，我再签。嗯。经费多少钱？静静，你是说陈静静是吧？静静。肯定是他呀。你也喜欢静静？没有没有，不敢。他老公可厉害了。静静老公是挺厉害的。港股的。港股一霸，全在下面的小弟。你在说谁啊？那谁？陈静老公，和我同岁，80年。这怎么弄？玩的上去吗？这个直接一拐搭上面就行了，把所有的关上。是啊，要求过了，拆的时候，拆的时候房子它掉，啊。换一换。这个不用拆了，你要充个电也行。